你选了？反正补了，我们得走。反正补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nice。能飞要飞还用走？你得往左边。得飞。你飞不了，在这里飞，在这里飞。后面可以飞，后面可以飞，后面可以飞，你上来。找我。上来。你换个人上来。啊，找我。来，我得打电，我上来打电。劫匪，你打电来不及了。可以。来得及。他会断我，马上上来。来，快，走。看看那我的附近有没有人，如果我附近没人就去。可以先去这，如果有人的话可以先去这。有人，可以去这里吗？这里可以反打吗？我看一下，那边有人啊，这里怎么样？这有人，来这怎么样？来这，砍了吧，这个直接砍了，砍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别人，等一下。完了。不是，没在看我吗？你听我说，我说了要打他就打他。他就一个人。你打他会被房子打，我们去右侧，然后把从右边再走上去。他是他救不能活，他那个地方没有人，你能上来？啊，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听我的，我是指挥。还要我怎么说？我要骂人吗？你自己想想。你打死这个人，我们就在上面可以待着，把状态，然后再清那个两人队就可以了。就为什么不听我说呢？就一个人，他送的这个人。他是哪一组的？那一个人的？是典狱那边那组的，防区是另外一队，但是防区不会打我们。我们那个是有位置踩的，他那个山上是有位置踩的。就不管是哪一日的都一样，我只要把这个山踩下来，这山是可以拆的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打电池。我确定的东西你们不要就跟我抢指挥，听不听？就是不要抢指挥，就我确定的时候我说抓这个就抓这个，你们就抓这个了，死在上面就是我的问题， OK 吗？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你不要想的，就是我喊你们你不做，你觉得你这是对的。你去看回放，你去看回放，你喊的时候我都飞到哪了，哥们儿。我看看，你在这跟我直接没有用啊。你自己去看回放，你喊的时候我在喊什么？是我先喊还是你先喊的？你先喊，你也得听我，就是你先喊。我已经飞过去了。我看一看，还有一点，上次你说的飞闪之前别分闪，就是快落地之前别分闪，自己说的。我被打伤害了，哥们儿。